欢迎来小生之我是喜奥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呢，去看一下哈。那今天呢，这个吉打的州议会呢，就突然间变成了这个回教堂里面的这个演讲啊，这个伊斯兰党呢，就是一个乌斯达斯开始跟你传教。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呢，在今天这一些吉打州伊斯兰党的议员讲什么话？他们说呢，那些赌博的人呢，通通都是这种多神主义论者。过后呢，你如果喝酒赌博然后你有拜神呢，你们都是撒旦。嘿，他真的在州议会这样子讲。讲了过后呢，就有反对党议员开始不满叫他收回言论了。过后你懂他讲什么吗？说呢，这些话其实我讲了没有错的我是不需要收回的。因为我讲的呢，实际上都是讲给穆斯林听罢了，OK，不是讲给你们的非穆斯林不关系的，OK，我在州议会讲的话我讲说你们喝酒的人，你们赌博的人，拜神的人就是撒旦、恶魔，OK，恶魔是要下地狱的那一种我堂堂正正讲出来，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呢，我是穆斯林，所以我这番话就是讲给穆斯林听的。你觉不觉得呢？他像把这个州议会当成回教堂在演讲了在那边传教呢？这会有两个问题，OK，很严重的问题第一点呢，就是你公开的在一个多元民族的这个议会厅里面虽然穆斯林是占大多数但是还是有非穆斯林。你公然的直接把一些呢非穆斯林的习惯习俗直接把它标签为是撒旦是恶魔，这个事情你真的是觉得没有问题吗？伊斯兰党真的是觉得没有问题吗？是不是你讲说我是穆斯林，我讲给非穆斯林听而已就可以算数的呢？我用同样一模一样的场景，我把角色对调。如果吉达州这边呢，有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大家，各位，实际上呢，吃猪肉是没有问题的喝酒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是 OK 的甚至呢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看这段东西会不会被截取，然后被传遍？OK，尤其呢，如果他还是华裔政党，像是行动党这样子，过后你看。在这个议会厅里面，30多个伊斯兰党议员的那个情绪会是怎样？我用一模一样的这一个例子，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在一个公开场合，尤其是在州议会里面，你讲出这种反多元，甚至那过后那一句呢，你想要搪塞的这个理由你那个遮羞布呢？你把它搬出来了，实在是有够丢脸了。所以我并不认为后面补那句说这句话是讲给这一个穆斯林听，这句话有可以所谓的让你之前讲的那番话呢变得很合理，因为讲白了，这番话你呢不是在这个回教堂讲哦，你是在州议会讲这番话讲给所有的议员，包括非穆斯林议员听，讲给全国的人民听。那你自己认为啦这样子的这个议员对于非穆斯林宗教的尊重有多少呢？OK，这个事情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借口。我觉得这个根本就应该是要3R的法令去审查了但是他又在议会里面，然后。议长又是这个伊斯兰党这边派上去了所以就这样子过了。第二样事情，我也要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讲说他们是直接把这个州议会里面当成回教堂的演讲在做嘛？其实倒过来想，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在回教堂的演讲，是不是就是在讲这些话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他们讲说呢这些喝酒这些赌博其实就是要下地狱的，这些人十恶不赦，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死有余辜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在回教堂里面不停的播放，不停的播放。OK，你讲说这些东西对于穆斯林是他们的这一个他们自己的经济没有问题，但是。
当你不停的把这些行为呢，直接等同于是恶魔要下地狱、十恶不赦、很恶毒等等的这些贬义词，那请问，当这一些穆斯林出道来，看到有人喝酒、赌博的时候，他们会怎样想这些人？如果喝酒、赌博都是一些十恶不赦、会下地狱的行为，那请问执行这些行为啊，他们的信仰习俗上会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那这一些不停在回教堂里面有去宣扬的啊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去撕裂或者去丑化社会上很多的啊一些这个非穆斯林的习俗，比方讲喝酒啊，有时候这个喝酒也不是说酗酒啊，就是在文化上啊，小是喝一点点啊，或者拜神，拜神是啊，尤其是道教这边啊，很多的这个他们的习俗，拜很多观音，这些都是，那是不是也是变成撒旦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认为你真正去想之后呢，不仅是在州议会里面呢，对于非穆斯林的不尊敬，我更加担心的是呢，如果在回教堂里面啊，都会有这一些演讲啊，这些就是伊斯兰党议员他们去传播的一些信息的话，那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化呢？当中会不会由这些言论而起？ OK， 实际上当然喝酒赌博不好，是禁忌，没有问题啊，就不要做，但是有没有必要呢把它上升到这一个程度，还在州议会的时候公然的啊去宣扬呢？诶，这就是我今天的两层引流了。诶，所以希望能让大家更加的清楚。我们下期见。